和老妈还有孩子去摘大李子去。嗯，多摘点，摘这一筐给你奶他们拿回去带。走吧，我拿着小筐，咱俩得回来，咱们包饺子。包啥馅饺子？包牛肉馅大饼饺子呢。这立秋了，没吃饺子，咱今儿抓着秋膘，一会儿摘完大李子，咱回家包饺子啊。这怎么院里还有个自行车呢？车我没忘了，啊，别人放这儿的。接住了啊！哎呀妈！我妈站这个树上栽了，这个树尖上太高了，有的够不着。这李子现在吃正好，拿住啊，别整翻了。哎呀，妈妈拿来，撒手吧。看看这么一会儿栽了这么多李子。中了，够了，行了，再来九嘞。这么一会儿栽了这么些。那也真是那啥的不行了，太高的够不着，没听着。大老爷，我妈叫你四点去吃饭。四点包饺子。不敢进屋，我姥爷家屋里有两个小狗，一出来俩狗打架，孩子害怕。能不能掉啊？这么绷着？没事，走吧嘛。我绷着吧，你一个手能拿不了。那走吧，走吧，走。你尝尝，可甜了。哎，我确实甜啊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孩子都出汗了。你老说给你爷和奶拿回去。你看拿回去，完吃没？哪天再来酒来。嗯，到家先切葱花，老妈要准备喂饺子馅儿了。喂，包，好包。那边我切的那个牛肉，放点温水里边给它搅搅，把牛肉干。少量多次的往里边加水。换点熟油一会儿。行，就这样差不多了吧？嗯，黏糊的哈。葱姜花椒粒香的。在锅里慢慢炸，那边热油，这边微馅，放点花椒粉，这是黄豆酱油。中间先调味料。妈，那胡萝卜还得烫吗？一会儿就开水烫呢。这里头不有开水吗？嗯，有。再来点少来点生葱。嗯。葱花一放，热油一浇。这是下雨了，把酱缸盖上，要不然这酱就该坏了。压上点，怕刮风。咱家这胡萝卜种的早，看看长得大不大？有个三根两根就够了哈。嗯，还行，今天还挺成功嘛。嗯、看这劈叉的就不好的。那也能吃，这比买的强。这，呀，这个你看烂了，烂了下雨下的。天天下雨，啥菜都长不好。盯着下雨。嗯，今天这园子里就没啥菜了。倒上水，先洗一遍吧。瓶水。插着筷子，怕插着手。现在有招。必须有招。烫。不用烫大劲了，烫烫就行了。还得搁那个凉水拔一下。搁凉水过不凉。嗯。小王负责拍苍蝇，我们负责包饺子。吃饭之前拍满20只苍蝇啊！哎，不十五吗？15，那好吧。怎么有20呢？嗯。哎呀，要开学了，也待不几天了，你。嗯，还有一个星期。老舅啊。小吴学习呢，他老舅。学习呢。嗯。他老舅现在也是好学生。是不是二号？二号，这不都三好吗？是，他还差一点啊。整的是二号。这天又要下雨了哈，一共包了80多个饺子，放着够吃了。嗯，这我包的有点不开了。没事，蒸饺子没事，不能坏。汤面饺子就这样。整些苞米回去烤。你也行。好了，中锅。这大饺子一人吃四五个就吃饱了，太大了。蒸的。嗯呐，都擀包子了。
了，怕真坏。能端吗，老爷？我端。你给他。我端。吃饭了，出来吃饭。你吃吧，你趁热吃。啪香啊！来，吃大大的香。过。哎呦，放手。哎，那包你别浇了，拿走。老弟们，儿子不烫，烫手，搁苞米叶子拿，搁苞米叶子拿屋去，哎，拿屋去，问问你太姥爷能不能吃。太姥爷，太姥爷，一会儿你也吃两个饺子啊、哦，尝尝。妈，那苞米是不是？不吃给我，拿给我。凉了不好吃，我一会儿再吃饺子。你吃完那些苞米还能吃饭呢？能。反正我是吃不了的，穿这东西你不能吃饺子。这牛肉多钱？26。一年。26。嗯。还真不贵呢。嗯。你老扛苞米香。你看。今天这饺子馅儿油少，但是特别香。香饺子，今天饺子面香，饺子多香。哎呀，他们这老地方，底下那轱辘把子也揪起来。我再给你揪。再吃苞米，又了，咬住。